家好，我是 Abby。 寿司大着新干线来了。按下按钮了就会自动回去。这些都是外先生来每次必点的寿司，当然也少不了用来暖胃的拉面哦。虽然一碗的分量并不是很多，叉烧、溏心蛋这些该有的配料都有。酱油有分一般酱油跟撒盐酱油，另外还有特制的甜酱油可以做选择。这里的菜单每次都看得眼花缭乱。每次来都会看一下最近出了哪些甜点，甜点的价格大约在110到270元之间。最近只要看到芒果相关的商品，歪先生都会想点点看。想要别的酱料也可以在这边点哦。今天歪先生吃的九盘寿司加一碗拉面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某天歪先生看到日本的节目在介绍台湾的卤肉饭。卤肉飯美味しそうだな。材料都准备好后，开始来切肉。歪先生很喜欢吃肉，所以肉当然是给他放好放的。只是四个人吃，需要切那么多肉吗？接下来来切洋葱。哦，你叫我慢讲。小心啊，你们。材料都切得差不多，准备下锅炒。倒入橄榄油之后，再把肉加进去，稍微翻炒一下。油是不是放得有点少呀？炒到肉有点香气之后，再放入洋葱。玉ねぎ入れます。肉を焼いてから玉ねぎ炒めて、その後調味料入れます。わあ、鍋がちょっと焦げちゃったな。回到了卤肉饭现场，炒得差不多了，再加入水和调味料。有加跟没加一样。漂洋过海的卤包，好吃好吃。除了肉之外，也可以加入蛋跟豆腐一起卤哦。我爱吃卤蛋。接着转小火让它收汁。颜色看起来不错哎，好想赶快吃哦。完成かな。ました。香香，终于完成了。怎么
好像有点不太对呀、为什么是沙拉呀？看起来很好吃没有错，为什么连小番茄都放上来了呢？默默讲，赶紧来吃卤肉饭吧。不是，稠对，好几个。这个卤包的八角味刚刚好，不习惯八角的日本人也能接受的味道。接下来来看看卤蛋有没有卤的入味。从蛋黄的颜色看起来，感觉有入味耶。味はどうですか？看起来还需要再卤久一点。おお、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ねこれ。最初どうなるか不安だったけど、美味しくできてよかった。萨罗马鲁是日本立木县佐野市的吉祥物。萨罗马鲁的外表是可爱狗狗武士造型，因此深受日本民众的喜爱。平常生活在佐野市城下町的萨罗马鲁酱，头上顶的是佐野拉面的碗弓，不像是其他的武士腰间配着武士刀，而是佩戴着佐野的名物炸马铃薯。是不是爆笑又很可爱呢？这是今年日本人气杂社的票选活动。第一名果然还是我们最有人气的部长啊。萨诺马路长的家就在市役所的对面，入口处也有可爱的萨诺马路在门口迎接大家，就跟着我们进去看看吧。佐野拉面的风铃耶，好可爱哦！我听到了可爱呢。也有萨诺马路酱的口罩呀。头上都已经有碗弓了，还戴得下头套呀。竟然还有萨诺马路的超大看板耶。这是滑鼠店吗？跟忍者的造型杯垫，这个碗小朋友应该会很爱。这个表情也太可爱了吧，是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吗？これ買う？就连手里剑也有在卖啊。哦，可妈妈的，这里应该都是有跟萨诺马路合作过的吉祥物。日本的吉祥物真的好多哦。原来萨诺马路是双鱼座啊。为什么会有外卖的箱子啊？哇，好可爱的炸马铃薯，随时都可以拿来吃呢。吉祥物的福利时间，原来又有帮 AKB 站台过。
这里应该是办见面会的地方，希望哪一天来可以遇到萨诺马路酱。